他在准备菜干汤，这个菜干已经洗了一整碗了，看一下。不是洗了一整碗，是蒸了一整碗。看一下。今天煮这个菜干汤，这个菜干是我们去年在香港买，这个80块港币很贵的菜干，这里3包而已，超贵的。他讲，因为这么贵，是因为这个是香港自己制造的。所以菜干汤当然有猪脚菜干，然后我放了红萝卜、猴头菇、玉蜀黍。排骨、金丝藻，还有放了一些干龙眼、红枣，还有这个是干贝，现在下锅咯，全部一起放都可以。排骨先，排骨已经之前烫过了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个鱼那个血腥味。全部一起放，我们就要熬的菜干汤下去先。很满了，那它应该会很甜。红萝卜、金丝藻，满了满了。哇，爽，还可以这样。五颜六色，像我们要等它煮，煮多久呢？它最少要2个钟头，它才会出味。再加多一点水，再喝多一点汤，盖，给它滚了，然后再。现在煮了大概是接近2个小时了，那汤刚才有try喝，然后很甜很清淡，又润喉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不是清淡，是清甜。这是那个菜干，这个是主角来的，猴头菇、玉蜀黍、carrot， 这个是什么？红枣。红枣。Yeah.